林书氏和姑苏蓝氏果然关系很差，他走到他边位了嘛，那段对不对？班级一的那段。啊，然后呢？不许走啊！然后呢？然后在哪儿？然后，啊、然后。不许你要走啊！还有几百米的。那就是往下接嘛。还是28。啊，往下接，往下接。往下接的话，还是你刚才说不好意思，容我问一句，你是谁呀？啊，刚。然后呢？你是谁呀？然后呢？不是读，然后呢？讲话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说你也玩车？你也玩车？我在家里面，我四台车。那时候我们上次一起去丽江，骑哈雷去的，从北京出发。从北京骑哈雷到丽江。啊。晒得很伤吗？一直跑着走啊。我那感觉很好啊，相当不错。这是哪个赛道？鄂尔多斯。那我也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得跟那些走在一起。还有走位啊什么那些啊。我没进去吧。这车动了吗？改了吗？改了。改排气，然后改大拧油，然后变了马力了吗？没，这去年什么都没弄，就改了。我们是从那个拍那个宽带那场戏，然后我们飞机飞来飞去拍嘛，咦，看着过来，这个是瀑布，啊，就是我们上次那个瀑布啊，不是，另外一个瀑布，我看到，咦，这瀑布很漂亮哦，然后就找个定位，那个找过来的，你们真牛逼，那这个路是我们踩出来的。昨天有，不然来这里好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英语。他们唱英语能听得出来吗？你要英语好的话能听出来。对不起，我英语不够好。来，搬家班，搬拿下。有一个澳大利亚人，有一个之前在监狱是在，就是你不会想到说不去分辨这到底英文还是韩文啊，就脑子一时间就以为是韩文呢，没法。要猜两个，每个人都可爱啊。